吊桥游戏过后，跑男团们还进行了一场友谊赛。各位，预备，开始。哦，哎，哇，呀，呀，好棒，三秒哎，三秒是不是？哇，三秒五三，哇，耶！啊，我来，但小心磕到头啊！我真的想知道，哥哟各位，怎么过去的？加油！开始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哦、可以的。哇！哇！果然，看一下你的成绩，看一看，真的是。哇！五秒之内，四秒五十六，还要两块。小鹿，开心了，就觉得后面有人追你，肯定开始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好，可以的。哇！太高了，太高了。计时开始。再试一次。这个有点像巨星桥梁。真的。啊，这个有点慢。加油。还是快。快了，快了，快了。为了证明你是个外族人，加油。好快哦。有多少？几秒？十秒。啊，十五秒，十五秒。十秒。十五秒。可以的，十秒，好，可以。Ella， 我相信你会创造纪录。Ella， 十秒，十秒。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哇！你真要这样？哇！那你不能慢哎。哦，他前面这样可以。哇，很聪明。后面不能直立了，不能。哇！十秒，十秒。哇！接下来了 ，baby 来了。抓板儿，抓板，脚踩板儿，抓板儿，抓板儿，抓板儿，跟刚才一样啊，就是这个人而已。有产生字，脚踩生字，对对对对对。Yes yes yes。然后你的脚不要那么直，脚尖朝外。恭喜你啊 ，baby， 一百二十。